晒干，洗干净的衣服还变脏了。脱光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，晒在外面的衣服跟在工地洗一圈的外衣，脏污的程度基本上是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，把洗干净的衣服晒在外面，就是提供过敏源跟污染源的落脚处。像是台湾这种海岛型气候偏潮湿，尤其遇到梅雨季节，衣服根本干不了。洗一次衣服大概是一小时上下，但等衣服晒干要一整天。如果晒不干产生臭味，可能要全部重洗。纵使晒干了，又要花费好长一段时间用滚筒慢慢滚。即使滚过了，穿在身上的衣服可能还会引发过敏。与其抱怨天气，对着半干又不净的衣服射出各种黏液，不如在家里放置这台 LG 免晒衣干衣机。它采用的是热泵式温烘干，不生衣料，不变形，超统一。而且它还搭载双轮转变频压缩机，有效节能更省电。另外，这台 LG 免晒衣干衣机除了各种干衣行程之外，还有很多非干衣行程可以使用哦。大家都知道台湾空气品质并不好，街道马路旁常有汽机车废气，附近可能还有工地。基本上光走在路上都会沾染到灰尘跟过敏源，但有些衣服别说是烘干的，连洗都不能洗。这时你可以用非干衣行程中其中一个强大的功能——轻拍除尘，这样衣服累积的灰尘就会被拍打下来，然后被这层滤网拦截哦。我们实际将热干衣服放进干衣机，用轻拍除尘的功能来看看晒在外面的衣服到底有多脏。行程结束了，那我们看一下原本干净的滤网现在到底有多脏了吧。天哪，那太恶了吧，你有看到吗？咦，这都满满的都是。哇，天哪，这如果没有轻拍除尘的话，平常这就是我们直接穿在身上。哎，来我们颐和家电购买 LG 免晒衣干衣机的客人都表示超后悔没有提早购买的，不仅不用再看天气洗衣，还可以帮你杀菌又除尘，让你衣物干爽又干净。现在到颐和家电购买 LG 免晒衣干衣机，想要超杀优惠，立刻下单吧。